弟兄姊妹们，早上平安。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我们依然有感恩的心，在屋企让我们都着着衣服端正，带着谦卑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圣餐主日崇拜。我们有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多谢你因为你可以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恩典，用着我们依然的在这个全世界都宣布着这个新冠疫情的状况之下，而我们可以在屋企带着一个好感恩的心来在这个线上作出这个崇拜。求主带领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可以透过牧师的信息，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中，让我们得着上帝给予我们的能量，让我们可以经历这个疫情的状况之下，依然可以透过上帝给我们正确的能量，在生活上去活出你的名。我将以下的时间来交托仰望，这样祈祷是奉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进入敬拜赞美，我们将时间交给妍妍姊妹。弟兄姊妹、亲戚朋友，大家平安。让我们经过上帝一个星期恩典的带领，我们又再次能够在线上边来到相聚，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以我们的歌声来到称颂赞美我们的上帝，因为祂是赐我们恩典的主，祂是赐我们有喜乐的主，让我们在祂里面常常喜乐，我们一起来到敬拜。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
接下来我们用一段的诗篇来颂赞我们的上帝。诗篇51篇1到13节。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净。我是罪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虱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接下来用我们一起读出三一主日后第九主日祝文。三一主日后第九主日祝文。全能的上帝，你差遣圣灵作教会的生命和光，求你用我们的心向着你丰盛的恩典敞开，好叫我们结出爱、喜乐、和义、平安的圣灵的果子。靠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圣子而圣父、圣灵心为一体，一同永生，一同掌权，从今直到永远。阿们。今日经文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
帖撒罗尼加全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讲题是照上帝的旨意行，将时间交给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照上帝的旨意行，经文取自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加前书的结尾的时候，从十二节开始，他就向几方面的人来讲了关于他们应当要做的事情。在这个第五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讲及到关于敬重教会的领袖。十二至十三节这样讲，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咁另一段嘅经文嘅时候，亦都特别提到关于去牧养嗰啲喺教里头有问题嘅信徒，喺呢个嘅十四至十五节咁样同我哋讲，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持乱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咁今日嚟到呢个嘅帖撒罗尼加前书嘅第五章嘅十六节到十八节嘅时候，佢就讲咗三件事嘅。喺呢个嘅十六节到十八节咁样讲，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嗱，本来就讲及到关于敬重教会的领袖的时候，是指作为教会的信徒，他们应当来到敬重那些治理他们的人，因为他们在当中是劳苦的人。另外关于牧养教会的有问题的信徒的时候，是指对那些在教会当中不守规矩的人、灰心的人，以及那些需要辅助嗰啲嘅亂弱嘅嗰啲嘅人。但係嚟到呢個嘅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嘅時候，冇論係針對全體嘅帖撒羅尼加教會嘅弟兄姊妹，而係針對今日我哋呢一班凡係信靠佢嘅人。所以在呢段經文嘅裏頭，唔係指定某種人，而係指所有嘅人都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以及凡事的谢恩。但是来到这个的十八节的下半节的时候，保罗特别加上了这句的说话。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保罗说，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换句话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上帝的旨意，并且特别强调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那个旨意。讲到旨意的时候，究竟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上帝的旨就是他自己的心意，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所定下的一切的那些规则。上帝的旨就是他自己要行的，也都要我们要去行的，这个是上帝的那个旨意。但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大家都知道圣经是最好的
一本嘅书，让我哋能够明白知道上帝嘅旨意，明白佢嘅心意，明白佢要我哋应当要做嘅嗰个事情。所以当你同我话要寻求上帝嘅旨意嘅时候，圣经系一个最重要、最基本嘅，系我哋翻到佢嘅面前，阅读佢嘅话语嘅时候，嚟到得着佢喺我哋当中俾我哋知道嘅嗰个旨意。喺上帝嘅创造嘅里头，我哋见到上帝嘅旨意当中系唔可以改变嘅。无论你系唔喜欢或者你唔愿意接受，上帝嘅旨意系照着嘅，继续嘅嚟到去运行嘅。譬如话，上帝创造呢个嘅宇宙万物，上帝使到呢个嘅星神，呢个嘅宇宙嚟到去星球运行嘅时候，上帝嘅旨意系定落嚟嘅。月球系围绕着地球嚟到转，地球围绕着太阳嚟到去转嘅。上帝喺整个嘅计划嘅里面，嗰个嘅旨意系冇人可以改变，包括咗喺一啲嘅地方，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一样样嘅。但另一方面，喺上帝嘅旨意里头，我就见到系可以让人嚟到去决定，自由嘅嚟到去选择爱唔爱，嚟到去照住上帝嘅旨意去行。嗱，呢个好明显嘅就系喺创世纪开始嘅时候，我哋睇到亚当夏娃，上帝在创造一切之后，就对亚当夏娃嚟话：园中所有嘅果子你哋都可以食，但系分别善恶果却唔可以食。但系当呢个嘅命令发出咗之后，上帝表达咗佢嘅心意嘅时候，夏娃、亚当佢哋冇遵守。上帝嘅旨意系佢哋唔可以食呢个分别善恶果，但系佢哋选择咗佢哋嘅自由权，佢哋冇去遵守。嗱，当然我哋大家都知道，当我哋冇遵照上帝嘅旨意去行嘅时候，嗰个后果系我哋自己要负责嘅。所以我哋要照上帝嘅旨行嘅时候，首先我哋明白上帝嘅旨意，而知道系佢嘅旨意嘅时候，我哋要照住嚟到去行嘅。喺今日嘅经文里面，呢、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嘅第五章16-18节，有三件事，保罗话呢个系上帝喺耶稣基督里向你哋所定嘅旨意。第一就系、是、要常常喜乐嘅，要常常喜乐，我哋就需要一个喜乐嘅心。一个人有喜乐嘅心，佢就冇嗰个忧闷，佢就冇嗰个嘅烦躁喺佢嘅心嗰处。神嘅旨系要你同我有喜乐，而且咧要常常喜乐嘅。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有喜乐，系因为喜乐系圣灵嘅特质之一。根据呢个加拉太书嘅第五章嘅22-23节。讲及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这个的喜乐是其中的特质之一。喜乐是在这个的特质里面的第二个的特质。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喜乐在当中。作为一个基督徒，当你同我信咗耶稣之后，圣灵就在我哋嘅心中。当圣灵住在我哋嘅心中嘅时候，我哋应当可以嚟到结出圣灵嘅果子。而呢个喜乐就系圣灵果子嘅嗰个特质之一嘅。喺呢度我哋见到一个好重要，就系圣灵所结个果子，佢系对自己、对人都带嚟咗好大嘅益处，好大嘅帮助嘅。当你自己有喜乐嘅时候，对你自己嘅心生灵系好大嘅帮助，而都能够可以感染到别人，让别人同样可以得着嗰个喜乐嘅。
在这个箴言书的第十七章第22节这样跟我们讲，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的。我们给大家听在这个箴言书十七章22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圣经讲得非常的好，他说当你是有喜乐的心的时候，你是不需要食药的，你是不需要看医生的。但是当你有个忧伤的灵的时候，你的骨头是会枯干的，你的身体你的健康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很忧愁，他心中里面很烦闷，他就要看医生。医生就检查他之后就跟他说，他说我呢是没有什么药可以给你吃的，但我可以介绍你去到市中心的树呢，有一个马戏团，你去买飞提，因为当中有一个小丑呢，他做那个节目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那里大笑的。你去笑一下，笑了之后呢，你的心就欢喜，你的心就快乐。这个人听了之后他就更加的忧愁。医生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医生你知不知道呢，在那个马戏团里头演那个小丑那个人就是我。我在那里成家在那里大笑，但是我这个表演的人心中里面却充满着很多的烦闷，很多的忧虑在当中。从以上你见到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个喜乐是重要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的。问题就是这个喜乐是从哪处来的呢？根据这个的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四节话，要靠主常常喜乐。这个是保罗跟我们讲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话，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英文里头用了这句说话 Rejoice in the Lord， 就是说在主的里面我们有喜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得到那个喜乐呢？只有在主耶稣的里面。当你和我信靠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从主的里面来到得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因着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当中，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特质之一的喜乐充满着我们的心，我们将这个喜乐的果子能够结出来的，不是靠自己，靠自己没有办法得取那个喜乐，但是我们见到就是可以靠主得着的喜乐。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可以寻找更多令我可以满足的东西，比如说金钱、物质、食物及其他各种的享受，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带来的一个暂时的那种的快乐。因为很多时候人因着那个得失，因着外来的那个环境的变迁，影响到我们心中的那种的快乐。但当你和我有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充满着喜乐的，因为我们知道有我们的主的同在。所以保罗说要靠主常常喜乐，所以我们要在主耶稣里才能够得着那个喜乐的。在这个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里头，在这个十七节又提到另一样东西是神的旨意你和我要做的。圣经这样跟我们讲，不住地祷告，不住地祷告。怎么能够可以不住的祷告呢？就是有祷告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有祷告的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不住的那个祷告。大家都要明白，就是所谓不住的祷告，不是说你一直坐住那树祈祷什么都不做，不是这样的。不住的祷告是指你和上帝建立一个不中断的那个关系，
你在上帝的面前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他的面前来到祈祷的。我们需要求主来到帮助我们。今天你和我在神的面前的祷告的时候，有一样东西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是集中在上帝的当中。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注目在他的当中，我们思念在他的里头，我们愿意仰望来到去依靠他。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里头是焦点在我们要求的东西，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的难处。这个是一个次序上是错误的。我们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到仰望，来到去依靠，来到歌颂赞美他，然之后让神来到给我们看到他是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主耶稣也都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在神的里头，我们还未祈祷，我们的神已经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让我们先来到他的面前，焦点在神的当中，注目在他的里头，然之后我们将我们的问题带到他的面前。其实我们见到祷告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当你信了耶稣之后，第一件事当中要做的就是祷告。那位带领我们信主的人，那位栽培我们来到跟从主的人，教导我们读圣经，教导我们要祈祷。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化家庭里头生长的、成长的，那你都很习惯在这个祷告的生活的当中。在起身之后你祈祷，在吃饭之前你祈祷，在临睡觉之前你会祷告。但是那个真实的、真正的那个祷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指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依靠，要仰望，要同这个主有无限的接近的那个关系。那个祷告的生活就是同神建立一个很密切的，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在他的面前那个祷告。所以保罗说，不住的祷告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对我们所定的那个旨意的。今天我们需要人家来到为我们祈祷，也都需要来到跟别人一起来到祷告。We need others to pray for me, or we need others to pray for us and also with us. 所以我们除了个人的祷告之外，也都需要集体的，也都需要跟其他一起的人来到祈祷的，这个是重要的。即刚才我所讲，就是保罗提及到这三件事的时候，是指所有的信徒的。所以我们可以个别祈祷，也都更需要的，保罗跟我们讲，就是要集体一起的，在神的面前来到祈祷的。雅各书第五章在十六节的下半节讲了这句说话，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在这个雅各里面讲了一件事是什么？他就说祷告可以令到那个事情、那样事件来到发生的。这个是真实的，就是透过祷告里头，我们见到祷告带来那个效果。雅各说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究竟哪个是义人？在严格来说，除了耶稣基督是没有义人的。耶稣基督在这个的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十三节的下半节跟我们讲了一句说话，我读给大家听。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十三节的下半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耶稣讲得很清楚了，
距离呢唔系照义人，系因为世上呢其实系冇义人嘅。嗱，呢个耶稣基督系将呢个义人同罪人嚟一个对比嘅，因为世上所有嘅人都系罪人嘅。但另一方面，耶稣基督都俾我哋睇到，就系喺世上里面呢系有义人嘅，就嗰啲信靠咗耶稣基督，嗰啲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嘅人，嗰啲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嚟到去行义嘅嗰啲嘅人。喺圣经里面有记载好多嘅人呢系被称为系义人嘅。根据嘅呢个创世纪嘅第六章嘅第九节，圣经话挪亚系个义人嘅。喺呢个路加福音嘅第一章嘅第六节里头，亦提到撒加利亚同埋呢个嘅以利沙伯，圣经话佢哋两人在上帝面前是义人的。圣经里面跟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说话，那些愿意跟从主、忠心于主、在上帝的里面有信心的人，他们是一个义人的。在这个雅各书，雅各讲了说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之后，他跟着又提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以利亚的。在这个第五章的十七节和十八节，他这样跟我们讲的。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和十八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根据这个的列王纪上里头，在这个的十六章第三十节，见到当时以利亚责备这个阿哈王，又承认说阿哈王他犯罪比以前的王更加的犯得更多，更加的严重的。咁跟住喺《列王记上》嘅十七章嘅第一节，就讲及到呢个以利亚佢唔祷告，结果咧就冇落雨嘅。喺呢个嘅雅各引用到《列王记上》嘅呢个十六章、十七章嘅时候，我哋见到佢所提到就系话，当以利亚佢恳切祷告求不下雨嘅时候，雨就三年零六个月唔落雨，当佢又祷告嘅时候，天就降下雨嚟嘅。义人嘅祷告大有功效，我哋需要求主嚟到帮助我哋。圣里面常常将义人同恶人嚟到对比嘅，义人会点样样蒙神嘅赐福，恶人点样遭遇到神俾佢嘅惩罚。喺呢个诗篇嘅第一篇里头就好清楚嘅。俾我哋睇到就系义人同恶人嗰个对比嘅，求主帮助我哋喺佢嘅面前系一个义人，因为义人嘅祷告大有功效嘅。今日你同我会面对忧虑，面对烦躁，但系喺呢个腓立比书嘅第四章第六节就同我哋讲，要借着祷告将一切挂虑交给上帝的。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话，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一切所有的告诉上帝。原来祷告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可以将你的忧虑、你的挂虑带到上帝的面前，交给我们的上帝，讲给他听你面对的难处，你面对的问题，你心中的挂虑，圣经话去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一切的事告诉上帝的。在诗篇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有几次重复的来到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烦躁呢？四十二篇的第五节这样讲，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上帝，因为他笑面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同一篇的42篇的第11节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我还要依称赞他，他是我面上的光荣，是我的上帝。另外43篇的第5节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面上的光荣，是我的上帝。诗人问他自己，你的心啊，你点解忧闷呢？你点解烦躁呢？但是他自己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应当仰望上帝。今天你和我有忧虑、有烦躁、有心中里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诗人提醒我们说应当仰望上帝。应当仰望上帝，就是将你的挂虑交给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一位愿意来到去分担，甚至愿意来到去承担我们忧虑的一位上帝。在这个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的18节，第三件事有关上帝的旨意，我们要照着去行的，是凡事谢恩。在这个英文的圣经里面用了个字眼，就是要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境况当中，在怎样的环境里头，我们都应当来到谢恩的。其实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心中没有埋怨、没有抱怨的一个人。他愿意为着各样的事情来到感谢上帝，为着各样的事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当一个人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他的心中就有喜乐。因为当他不断地为着各样的事情感恩的时候，他心中里面就没有时间来到去埋怨。一个感恩的人，他心中有喜乐。一个感恩的人，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不住的那个祷告，这个是好的。有一个做妈妈，咁佢有两个仔，一个仔呢係卖扇嘅，即是卖遮嘅，卖另一个呢係卖冰淇淋，卖 ice cream。佢妈妈呢就每日都有嗰个挂虑，点解呢？因为当晴天嘅时候，咁佢挂虑乜嘢呢？晴天嘅时候呢就冇人买嗰个遮。咁当落雨天嘅时候呢，佢就挂虑乜嘢呢？挂虑嗰个买 ice cream 嘅嗰个仔咧，系冇生意做，系因为热天时嘅时候，正多人去食 ice cream； 落雨嘅时候，正有人嚟到买嗰啲遮，因为佢哋需要嚟到遮挡嗰啲雨。呢个妈妈每一次落雨又好，或者冇落雨又好，佢心都挂虑。但有一次，佢改变咗，佢心中里面充满咗喜乐。点解呢？因为他为着其中一个仔来到感恩。当晴天的时候，好热的时候，为这个仔感恩，因为他可以很快就卖晒了他的那个冰淇淋。另外落雨的时候，为那个卖遮的那个仔来到感恩，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很多人需要用到的。今天你和我为着很多样东西可以谢恩的。当我们可以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可以满有喜乐。凡事谢恩，怎能够可以做到呢？可以的。就我们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计算主恩。每一日，将我们领受到的恩典，我们记录起来，我们计算起来，你就有很多样东西在神的面前，你就感谢的。为了某个人所做的事，你多谢他，你多谢神。是故每个人每一日都有一件事可以感恩，一年有365日。即是说有365样东西来到感恩。
但是其实当你同我在每日安静的时候想返下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有好多样东西可以感谢的。为了我们家庭的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的兄弟姊妹，为了教会的事，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了好多的问，好多的事情上，好多的人，我们都可以来到感谢，来到赞美我们的神的。有一次耶稣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九个在哪里呢？根据这个路加福音第17章里头的17节，耶稣是这样，耶稣说被医好的不是十个吗？那那九个在哪里呢？原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就要去耶路撒冷，那他就经过这个的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中间，在那里就经过一个村，在那个村那时呢就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呼唤，来到要求耶稣基督来到医治他。耶稣基督就叫他们去给祭司看他们的身体，因为当时一个被医好的长大麻风的人，他们需要祭司来到检查，以至能够宣布他们好了，可以回到社会那里。那当他们要转身去见祭司的时候，圣经说他们的病就好了。当他们的病好了之后，被祭司检查之后，回到来到耶稣面前，向耶稣来到感恩赞美上帝的只有一个人。而圣经特别强调说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就问了，那九个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其实是问我们的。你是不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在当中那九个的其中一个人呢？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记起耶稣问这句说话，那九个在哪里呢？今天你和我要确定的知道，保罗所讲的是对着我们所有的人讲的，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来到祷告，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当是上帝的旨意的时候，那这个就不是一个选择性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来到遵守的。在我刚才开始讲的时候，讲及到关于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有一些是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一定要接受的，就是上帝所创造定下各样的东西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但有些上帝所定下的旨意你可以选择你不去遵守的，但是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跟从我们的神，那上帝的旨意对我们来讲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一个选择性，而我们是需要来到遵守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三节的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知道我们要照着上帝的旨行，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一起祈祷。趁我天父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你的旨意是好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是何等的重要。求你教导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愿意遵照你自己的心意，按照你定下这个的旨意来到去行的，给我们真的心中满有喜乐，给我们愿在你的面前不住的祷告，也在你的面前凡事谢恩。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有三个问题来到讨论的，透过这些讨论来到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所听过的信息，以便我们有更好的那个得着。上帝的旨意不是选择性，而是需要遵守，
你同意吗？为什么？第二个问题，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你有经历过没有呢？第三，你的祷告生活是怎样的？你可以同大家来到分享你日常的生活的那个祷告是怎样的。我们的背诵经文呢，今次有三节，但是三节呢都很短，所以我们不很容易来到去背的。就是今天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读两次。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接下来我们会接收奉献，让我们都记得上帝要我们所行的责任，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让我们都有一个愿意的心来作出这个奉献，让我们都可以透过以下的网上的转账来转账入这个户口，又或者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收集，当我们可以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交回给财政。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纪念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我们一起先来到在上帝的面前来到认罪，来到反省我们自己，求上帝来到赦免我们。我们大家一起读认罪文。全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们常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得罪你，又得罪人，又因自己无知、本性软弱，当做的不做，不当做的倒去做。现在我们痛改前非，决心悔罪，因着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求你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又施恩使我们成为新人，常侍奉你，就将荣耀归于你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听这个的解罪文。全能的上帝，愿意饶恕一切真心悔改的人，愿上帝怜恤你们，饶恕你们，并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坚定你们的心智，加强你们行事的力量，保守你们得永生。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阿门。我们一起有这个平安礼。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体，所以让我们追求和睦，建立我们共同的生活。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也与你同在。愿主你们同在，也与你同在。你们的心当仰望主，我们的心仰望主。我们要感谢主上帝，感谢赞美上帝是应当的。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啊，接纳我们奉圣子救主耶稣基督所作的证重，现在我们效法祂的榜样，遵照你的命令，并求你借着圣灵的能力，使这个饼和酒作为祂的身体和宝血赐给我们。
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拿这个食，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晚饭之后又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拿这个饮，这是我立新约的血，是为你们和多人免罪流出来的，你们要常常这样行来纪念我。基督死了，基督活了，基督要再来。我们一起读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文，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又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请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世世莫尽。阿门。我们一起来到领受这个饼和这个酒，这个的我们今次用这个果汁，我们先打开拿出个饼出来，这个饼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的罪来到舍身流血，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领受这个饼。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杯，主耶稣流的宝血是因着我们的罪从十字架上被钉而流出来，让我们在领受的时候带着这样的心，多谢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流血，一起领受这个杯。多领受之后，我们一起来到向上帝感恩，我们一起读献身祷文。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用圣子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喂养了我们，我们借着他将身体灵魂献给你作活祭，求你以圣灵的大能差遣我们出去，在生活和工作上赞美荣耀你。阿门。各位弟兄平安，我们好感恩，因为今日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到去敬拜祂。我们能够敬拜上帝，是上帝给你一个很大的那个恩典。我们有教会的消息的代祷事项，大家可以为了教会来到去祷告，也关心教会各样的聚会活动，你可以一起来到参加。第一项，照上帝的旨意去行。感谢上帝，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以及凡事谢恩，求上帝帮助我们从今日的信息当中，我们都有好的学习，我们愿意遵照上帝的旨意来到去行。欢迎你参加这个线上崇拜，一起来到领受主餐。我们多谢主。第二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因新冠肺炎在我国仍然严重，我们在上帝面前呼求祂施怜悯，阻止疫情的蔓延。
我们亦要求上帝帮助政府晓得如何应对预防疫情。在疫苗接种方面，我们求上帝帮助政府能够更快的给人民来接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为这件事切切的祷告，因为在我们的国家过去的成两个礼拜都超过每一日有10,000人感染到这个新冠肺炎的。第三项，参加八月分区聚会。八月份分区聚会我们仍然以 Zoom 进行，时间是在晚上8:30。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踊跃的参加，让我们有机会彼此透过这个 Zoom 来到见面，大家一起来到交通，一起来到读圣经，听上帝的话语，以及一起来到祷告。8月2号礼拜一是拉萨公寓萨拉修沙登区，8月3号礼拜二是蒲总区，8月6号星期五是法轮花园区。所以我们盼望可以见到大家。你可以参加一个区、两个区、三个区的聚会，都欢迎你。第四，献上八月十一奉献。奉献是将上帝赐给我们的献回给他，表达对他的那个感恩。所以我们不可以停止奉献。感谢神，我们可以开始献上八月份的各样的奉献，求神来到接纳我们的奉献，洁净和使用在祂的圣工上。你可以透过线上的转账来到将你的奉献转入在我们教会的各个银行的户口。第五，黎晓国老师代祷信。感谢神，黎老师的代祷信中提到他和同工有更多机会与不同种族的难民接触和互动，求上帝帮助透过教育关怀能将主的福音与他们分享，带领他们认识耶稣。我们在祷告当中要纪念黎老师和他的团队所做的工作。第六，主日学习上帝真道。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主日除了有崇拜，我们亦都可以能够有机会参加课程以及圣经学习。在主日的上午10:30，我们有这个的旧约道论，我们至今有20人报名，我们感谢主。圣经学校我们有不同的班级，在下午和夜晚的时间来到去举行，我们都求天父带领帮助。你可以参加其中一班，因为一定有一班是适合你的。第七，为病患者和家属求。我们要为病患者来到祷告，求神来到医治他们，要为他们的家属来到祈祷，因为他们需要力量、需要精神、需要体力来到去照顾你们家中的那些的有病的人。慧敏姊妹的大伯詹锦荣、大嫂蔡妙兰和小姑詹颂梅都受到新冠肺炎的感染，我们要为他们祈祷，亦都继续为黎兴文、周清丽、大金涛和杨志聪带到主的面前，求上帝医治看顾他们。最后我们要为王牧师的脚中祷告，感谢上帝今早王牧师在本堂圣餐崇拜正道，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在三个分区聚会查考圣经，星期四早上有家庭团契查经，星期六上午带领盲人的那个跟进班，以及下午2:00在播放盲人团契线上正道。下个主日在本堂主日崇拜正道，请为王牧师来到代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你是一位施恩
怜悯人的主。我们多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常常的爱我们，你的旨意对我们是好的。你要我们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亲爱天父，求你怜悯马来西亚，特别这个新冠肺炎一直在那里那个的传染的确诊人数不断的增加。恳求天父怜悯，让政府能够更大的决心，更大的专心，更有好的策略来到阻止新冠肺炎的蔓延。天父求你都赐福这个礼拜我们的分区聚会，帮助弟兄姊妹都一起来到参加，给我们之间有好的相处、交通、学习。都求你都帮助我们不要停止奉献，把当奉献的来到交上。八月份的十一奉献，求你都带领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十一奉献献上给你，以及我们平常主日的崇拜的奉献，我们的宣教的奉献，感恩奉献也都带到你的面前。亲爱天父，你为着黎晓国老师来到感谢你，他和的团队在难民当中有好的服侍，恳求天父来到带领赐福他们，透过他们的服侍有更多的难民来到你的面前来到认识你。我们继续为着病患者和家属来到祈祷，恳求天父纪念他们，在病患的当中需要你的安慰，需要你的医治，也都需要你的怜悯。求天父纪念詹锦荣弟兄和蔡妙兰以及詹颂梅，恳求天父医治他们，因着他们受到新冠肺炎的感染，也都求天父纪念黎兴文、周清丽、戴金涛和杨志聪。天父你都知道他们所患上的病，求你医治他们，求你看顾他们。我们这样多谢你，赞美你，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完妆复唱，主爱永恒。
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嚟到今日圣餐崇拜嘅尾声，让我哋接受祝福。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嘅平安，保守你哋嘅心怀意念，使你哋认识敬爱上帝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全能嘅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赐嘅福降在你哋中间，常与你哋众人同在。阿门。弟兄姊妹，我们的圣恩崇拜是到此为止，我们下个主日再见，多谢。